好，那所以刚刚提到有关那个网页哦，不过这个网页其实它这个蛮多地方需要知道的，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想要多知道一下，按右键哦，检查之后的背后之这个标签到底什么意思啦？因为这个如果你以前有学过网页，应该比较清楚，但如果没有学过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。我在云端白板上面有放两个电子书连接了，那其实这个第一个电子书连接啊，其实这边有一个 HTML 一些相关基础啦，所以我建议这个应该至少要知道，因为现在网页啊到处都是啦，包含有些手机上面，虽然你看到那个 App 很像是一个 App，但实际上背后它也是用 HTML 当一个基础，所以呢，将来如果你要做一些设计工作哦，其实都一定离不开这个所谓的网页的相关知识哦。那什么叫 HTML 哦？其实简单讲起来，这边自己看一下，其实就是这个的全，就这个它的缩写了啊。那重点就是说呢，这个标签为什么是小于开头？哎，这边有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哦，理论上它一定是小于开头，那尾巴一定是大于结尾。那一个有一个头，有一个尾了，尾巴的话一定有一个斜线。OK，那中间的话就是它的内容。整个就是它的元素啊，element，OK，那头跟尾哦，一个大家一定要这样的架构。那所以在网页有很多这个标签，比如像表格就 table，列的话就 tr，储存格就 td 嘛，OK，那这个是固定的，有些这个地方可能你要稍微了解一下有哪些标签，那怎么去构成啊，使用的方式啊等等的。那当然简单的 HTML。相对没有那么复杂，它可是里面还有加上其他像 class，等等的。那你了解这些之后的话，将来你要去爬取网页的上面的资料啊，那将来相对就简单的。不过这个其实还蛮多需要知道，包含就是 HTML，甚至 CSS，还有 JavaScript 等等的啊。不过如果你对于这个相关的知识有兴趣的话，我建议先把它稍微看一下哈，不然的话将来你要爬资料就会是一个问题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的话，其实底下还有一个叫 W3 School，里面的话其实应该应有尽有吧，不过你也不需要一下把它全部通通了，也许你大概略读一下，大概知道有哪些东西哦。然后将来的话呢，如果说呢你希望彻底了解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当参考书来用查的啦，里面其实蛮多技术需要知道的。OK，好，那这边给各位参考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解决刚刚那个问题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经抓一个网页了哦。OK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希望把70个网页通通抓下来的话，哎，那该怎么做？第一个的话哦，我先把这个网这个这一段程式码先复制一下啊，把它贴到底下，那改一下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70个了哈，所以就是前面大漏下来改成批次好了。批次也就是我像。大量的去下载哈，批次大名称不要一样，OK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参数改成1到70？好，然后第二个有两个参数要改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把这两个改一下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要改啊，当然呢，你直觉想到了，它会改，它这个数字会变，也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产生一个变数，这个变数的范围就是1到70。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可以产生一个变数，它是1到70，那这个问题解决了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这个问题，这个一哦，它的规则怎么样？当它第一次第一页第一个 page 就是，从 A1 开始先放，等到第二页的话呢，那就是自动从 A1 有没有？这个 A1 向下追踪，Ctrl 向下，追踪到的这个列的位置哦，把它加一。那好像前面我们有写过，有没有一直强调向下追踪的这个程式那一段，其实没几个字，不过那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常用到。如果你把它加进来，那你再增加一个变数，把它放到那个位置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以后啦，你要解决程式就类似这样啊，你先 step 一，先抓一个 OK 的话呢，再去思考抓多个。但有时候你野心不要太大，你说其实老太多那我可以抓两个就好。其实如果你要抓两个，也倒蛮简单的。两个就很简，两个的话就是什么？这个先一嘛，有没有？哦，如果两个你不写回圈的话呢，那其实就是这个是第一段啊。当然，其实这个比较没那么聪明了，就是你可能就是再把这一段程式码怎么样，再贴上一次，然后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二，然后这边改成多少？
改成刚刚看到向下追踪到应该是多少？90，看这个地方是92嘛，哦，所以变成自己填上去了。如果你这边是92的，哎，不是这里，这里改92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第一个，这第二个嘛，哦。那当然最好是执行的时候先把旧资料删除，所以我习惯上面会加一个叫所有的资料，所有的资料就 sales，sales 指的就是全部的这个网页的全部资料，点 clear，clear 就清除的意思啊，哦，clear 清除，这样子，一般会蛮会常写这样哈，哦。那这一行就是把旧资料清空，哦，然后呢再下载第一页，有没有？clear 有没有？然后再下载第一页。这个时候，这边是 index 配等于一嘛，哦，然后帮我把它下载到 A1，哦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，哎，下载了，refresh，OK，有了，然后呢，再去下载第二个 page，第二个 page 的话是这个，有没有 index 配等于2嘛，哦，OK，好，然后呢，放在哪里？destination 这边的话呢，92嘛，就是放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第二页就下来了，放哪里呢？哎，刚好放到它下面，这边，Ctrl 向下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我的话下一个呢？下一个哦，就是怎么样呢？继续嘛，有没有贴上去哦？再改改哪里呢？这边改成三，啊这边改成多少？改成182+1嘛。问题如果70页的话呢？哇，那你不知道贴上再贴69次，好像不太聪明，对哈，哦？